开始，这是我们去 Hello Kitty 乐园的时候，导游出来送给每个小朋友一个礼物。它看起来像一个盒子，而且啊，它里面装的很多像便条纸的一个小贴纸，可以使用到很多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它原本可以这样放，它可以这样子放。首先，它的外盒像一个皮包，这是一个两个倒过来的双子星。皮克拉啦。对。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打开，把它打开之后呢，有五个便条纸哎。第一个是，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是古鲁米。第二个青蛙。第二个是大眼蛙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布丁狗，第四个是大鹅狗，第五个是没有第五个耶，对，是两个很可爱的弟弟妹妹，这就是这一次导游送我们的东西咯，很棒吧，谢谢导游。